人要建台湾的独立国，必先独立，还要建台湾的独立国。到底建得起来，建不起来？我讲绝对的啦，绝对的啦。这是安怎讲呢？这台湾的这土地是咱代代的祖先建设起来，是咱代代的祖先对外来的统治者，甲也是咱保护好起来，就起来去，对不对？有。啊，咱是台湾人的子孙呐吼，咱大家讲要继承咱的祖先。来，也是啦，讲要做台湾的主人，啊，要独立，要建国，这是叫你抬起吗？有没有？嗯，你这个证明，所以讲，你这个20世纪、21世纪的所在，拢是伫讲人权，拢是伫讲主权，你这个观念下，台湾人。绝对独立了，哦，过一项，台湾，今嘛，全国这世界，伊拢会是呐，大家拢支持台湾的独立。你看，中华民国，唔是干呐讲，大家无承认讲中华，中国的代表。伊也无承认讲台湾人的代表啦。哦，你这个怎样啊？咱即马就想，你进入今日的国家，想偷窃物件，内个主权，主权，这个主权呢，已经有300-400年的历史。主权啊，主权在民啊，就是讲。台湾的主权是属地，住伫台湾的这个台湾居民啦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讲，伫这个情形，咱台湾这地主权就是咱台湾人所有的。但是，若讲主权在民，就是讲台湾人要做主人，实际上做主人无啦。是安怎呢？咱的祖先，伊阵人讲，甲清朝当兵的时阵，讲出头天做主人，这句话大家都会记哩。就是讲，家己要做主人，家己要的时阵啊，做家己的代志，这就是出头天做主人。伊这款的讲法。是伫封建时代的讲法，也若是现代近代社会安怎讲，就是讲台湾民族要独立啦，台湾的殖民地要解放啦，这个就是咱的祖先传落来的，咱即摆所有讲的代志，就讲台湾民族独立，台湾的殖民地解放，这就是咱的。所谓我们独立国家的一个物件啦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点，咱的祖先是做法是怎个样子搞好啦？一直啦，老实讲，主权在民啦，但这主权是安怎咱无做主人呢？都是好，国民党、中华民国，把咱垄断去。这都会记得，主权不是你别人的，台湾的主权是你台湾的子民，住你台湾的这台湾人的。啊，那咱的主权呢，就是这个主权垄断、控制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因为呢，咱人民做主人，就是讲，就这个主权摕出来，这就是独立的做主人。啊！伫这个世界内底，那个国家袂使这么艰苦，真的。伫这个情况下，咱能怎么办？
到呢咧？咦？一判嘅啦，一判嘅啦，即系唔得有出黄牛啦。哦，判嘅咪即系判嘅咧，对大家恰恰相判嘅嘅咧，互相相判嘅。即系都话我哋讲，现在你讲。民众同意是民地开放，迄、那个关键是啥？就是讲迄个民众的问题啦。那你要想那个主权，就是台湾民众的主权啦，和中华民族垄断起来，垄断就会起来啦。家里都，家铁都倒来，咱才有前途，才有咱的日子。你这个日子，你这个真的嘛哈，想要运动，大概想法思想就统一起来了。台湾民族主义，就是那个台湾民族主义，台湾人为着关心台湾的前途啊，你身体上要建立独立国家，对不对？对。经济上。建立咱家己的经济，国民经济多少？文化上，咱是要继承咱的祖先留下来台湾固有的文化，多少？是我的思想，就是台湾民族主义。但是安尼讲，台湾无要是要怎么办？干哪讲，无法度改变现实啦。要同你。你今日讲下这个现实问题啦，凭空说话不行，大家都都做了，都做了，加油！所以讲，台湾人出去，请大家搞一个，台湾关心台湾的前途啊，你政治上别建立。台湾独立的国家，经济上要建立台湾的国民经济，文化上要发展咱祖先留予咱的台湾教育的文化，即款的想法，即款的思想，我讲啊，听懂了，听到？有这个物件，大家思想一致起来。老实讲，台湾哦，那边讲哦，要同意，要建国，那是依山多海的问题哦。台湾人那么真是金牛给，真是团结啊！台湾人民我们再来了，大家都团结了，加油！所以要做行动，我跟你讲，现在面临加倍。中华民国内底选举，咱内底有体制来，就是讲咱台湾人要同你们建国来，是要用中华民国制度内底你做代事，是你们做代事哦，是不是民族台湾的同你们建国？啊，这个怎么样啊？是吧？就是讲哦，甲普通的。民众啊，民众的命不是干那嘞，即摆即摆就是安怎？即摆人够好，国民党啊，人一股调，即摆中央的机关来了，这大家知影没有？是吧？所以讲即摆，这个选举绝对袂安好，国民党啊，把人一股留哩啦。我轮流出人。我们民间都安怎办？咱大家都团结一致来支持，我们民间都一道，我们一道啊！别来，咱要咱的前途啦！加油！大家团结，台湾民众。
非常多谢。